月18日，金星与德国老公在意大利举行大婚，这也是两人的复婚婚礼。金星穿的一身白色婚纱亮相，美丽又幸福。汉斯也身穿一身白色礼服，戴着白色礼帽，两人非常般配。金星的好友分享了金星婚礼的照片，照片中金星手拿象征幸福的花束，一身婚纱高端又时尚，把金星衬托得格外美丽。两人举办的是欧式婚礼，在意大利举办，也是充满了艺术气息。金星的粉丝也晒出了金星的婚纱照，金星穿上婚纱真的比女人还女人，幸福洋溢在脸上。金星在13日刚刚过了51岁的生日，生日当天老公汉斯送上了油画版的订婚照，金星开心的与网友分享，也收获了网友满满的祝福。金星与汉斯是在飞机上相遇并一见钟情，但两人结婚后因为三个收养的孩子的上学和户口问题想离婚，但仍然生活在一起13年，感情稳定而幸福。如今孩子都长大，上学的问题也解决，金星终于在子女的见证下重拾幸福。恭喜金星和汉斯姐夫白头偕老，百年好合。